今天的来宾大牌，所以我们要准备的我们的诚意展现出来，所以要介绍五星级的料理哦，要请五星级的大厨来这个呈现宫廷料理哦，厉害啦。所以今天要做什么呢？蛋，韩式的这个蒸蛋，那今天有看在来这边，我就终于可以亲自跟原汁原味的来自大韩民国的主厨，可以好好的切磋琢磨一下。对，我今天带了我自己家里用的锅子，你做一个步骤，我做一个步骤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完成。当然可以，可以这样子。可是我没有加玉米哎。啊，玉米，玉米现在可以可以加吗？现在加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可以再搅拌一下吗？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搅拌啊。啊，那起司呢？起司什么时候放？最后，现在盖盖之前，现在可以了吧？盖之前就要放，差不多，差不多要放葱花了。起司可以，起司这样放进去。可以，哦，还有这个起司也进去可以吗？不用压下去，不用压下去，不要压下去，不要磨磨哟，不用压下去，盖子盖起来哟，盖子盖起来了。我记得送上来的时候，起司没有压进去，但还是大火，我怎么好紧张？对啊，打翻的时候呢？不是一直这样子打翻的，熟的把它捞上来就对了，捞上来就放在这里。这会失败吗？有一点点有危险的感觉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危险。原因是什么？火太大还是太快？搅拌太快。搅拌太快，你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哇，哎，我的也不错吧，大厨，和你翻呐。这有什么难度啊？很想要这个锅子，对不对？